刚好是六冲，所以我们呢一年呢要拜太岁拜三次。今年中国人的太岁呢叫做乙超啊。那么一般呢我们拜太岁的时候也是要念念经两句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嗡嘛呢呗咪吽。所以马今年要出远门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管闲事，而且今年六冲会劳心，小心病，小病好、啊、而且呢不要招事端，就是不要去踩老鼠啊，不要去跟牛争斗。羊呢今年呢他的上级，他的上一级的官会对他有一些阻力，所以最好呢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，可以避的话就不要跟上级吵架。而且今年羊的不小心的话，他呢会有血灾，会破财破相，所以忍得好的话就可以成为人上人。家里面虽然羊跟老鼠三五冲，但是可以的话三羊开泰，那三只羊啊也可以跨一下。